是紫菊小姐吗？哦，这是古尔朵设计师为你量身定做的裙子，也不过如此。 Kitty 小姐，人各所好，在你眼中不好看，但在别人眼中可不一定。这是你男朋友吗？真是一表人才，只可惜没什么男人味儿，和我男朋友可比不了。奥斯汀总裁，我记得你已经和 Kitty 小姐解除婚约了，是吗？宴会要求必须协办参加，她并非我女朋友。总裁，你有必要跟她解释吗？是这样啊。啊切，抱歉 ，Kitty 小姐，我对香水过敏，你失陪了。啊切，啊切，啊切，感冒了？不是的，我对香水味有些过敏。啊切，橘子，又扮男装当你男朋友了，说。怎么不缠我？下次请你吃饭。那我和奥斯汀总裁比，谁帅？得了吧，奥斯汀总裁可不是你能比的。呦呦呦，挺会护神嘛。